大家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媒体经营面对着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请您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链接，直接赞助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 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所有的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福利，还有礼物。 星岛日报美西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建峰，深度分析民生民情、社会时事、国际大局。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总编辑时间，逢周三九点十分到十点。YouTube 新电视同步现场直播。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总编辑时间，我是沈琛琛。 那根据中国媒体的一致报道啊，在七月二十五号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四次会议上，那么经过表决，秦刚被免去了中国外交部长一职，会议决议任命王毅为外交部的部长。由于秦刚在公众视野消失了近一个月，那么此前几周啊，一直在这个互联网上是引发了巨大的猜想，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传闻。 中国外交部先称是身体原因啊，后来是没有可提供的信息。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上周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的回答是让我们等等看看啊。那么至于秦刚被这一次被免职的这个原因，周二的这个会议文件呢，并没有相关的表述啊。那可以预见的是，外界对于有关于秦刚的各种的猜测和传闻啊，不会就此停止。 那么目前呢，接替秦康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部长王毅。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我们如何来解读啊？到底会不会对中国外交产生影响？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话题呢，是秦刚免职有损中国外交吗？我们的主讲人，《青岛日报》美西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建峰先生。梁总，早上好！哎、呃，主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啊，还收听，谢谢。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啊交给梁总啊，也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和听众朋友就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发表你们的观点和看法，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那么听广播的朋友们依然是可以发送文字短信到六五零三八二二零零八六五零三八二二零零八。好，亮总你怎么来看啊？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嗯嗯？嗯嗯嗯。啊、呃，现在的说法很多，也很有趣哈，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秦刚呢，就在公众视野前消失已经一个月了吧？ 啊，我很喜爱看到有一些名词哈，啊，有一个叫做《寻秦记》啊，哈哈，那个就是，呃，一个经典的电视剧吧。啊，在中国大陆我知道是播放量啊，现在还是排在高位的哈。那个真的相当曾经相当流行的，想不到现在有人把它放出来，嗯、形容现在呃秦刚那个那个事件，啊，蛮有趣的哈。呃，我也有在在那个。 呃，整个秦刚那个事件里头呢，我想第一呢，就是因为，呃，秦刚是一个比较耀眼的一个中国官员、嗯、啊，他在外交部当发言人的时候，经常就是持风相当厉害啊，也相当刚硬哈、啊，所以从那个发言人后来还、啊、转到这个美国当大使的时候，大家认为他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风向标一样。 就是从过去的那种比较温和的哈啊,啊，比较就是有本有眼啊，总是说我们抗议，我们不同意，但是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的那种，就整个外交的风格啊，就的转变了、啊。情感可以说为一个呃标志人物吧，所以他来美国当。 大使的时候，大家都说哇，中国派一个这么刚硬的人来美国当大使，一定来跟美国吵架了啊、呃！但是他来了又不是哈，然、啊、后很短暂，当了美国大使之后又回去，马上就当外交部长了。这个升迁呢，啊、呃，对很多人来讲都会觉得有点快啊，有有点快，哎呃，在历练方面好像就。 有、呃、有，当然有一定的历练哈，但是好像也是呃走了一个快速的通道哈啊。对于中国外交，是不是就是要呃继续走这样一个呃风格比较硬朗的？所以就找一个可以勉强说吧，是呃战狼嘛？他说也不是说硬哈，啊都是我们传统说是比较硬派的啊、呃、这样的的人物哈。所以秦刚呢，当然外交部讲也。 在记呃那个记者会啊，或者是见很多外国元首的时候呢，呃，都受到很多的报道啊，所以他是耀眼的，特别是因为也不是他个人的什么魅力的原因，就是中国整套的外交啊、呃，在最近两年。 的确是发生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对美国，因为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的全球来讲是双边关系，也美中关系最重要啊。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啊，当然就是整个中国外交都受到关注，所以他的消息呢，呃，本身就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那个关注跟中国外交政策是不是一定有关联呢？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哈。那要是大家理解，我想一般除了一些外外国记者啊，或者是呃以外的人,人以外呢，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中国的呃国策哈是中央决定的哈，中央政治局哈，或者更多是习近平跟他的的团队哈决定之后呢，执行的就是下面的官系，去执行。那他们能够左右。 呃，所谓整个政策的纪律是很低的哈，而、啊、不像是呃美国的一些政客或者是地方的官员，他可以比较有大的来、啊、主导的的的政策方面的能力，这个是没有的。所以是情刚还是不是情刚，只是反映到在那个执行现在中国的新的外交呃战略的时候的力度。 执行力有有多强，执行的好不好的问题，所以对整个中国外交呢，先我们可以这样定调说吧，啊，就是没有影响，所以说没有影响，啊，没有影响的是政策部分，啊，在执行方面呢，有没有影响呢？啊，执行力度哈，那是会不会到位的？但这个就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哈，啊，第一呢，就是作为对外交人员，现在在全球。 驻外单位里头的，特别是住住在美国的西方国家的那些中国外交官员来讲，外交部长的突然这样的消失的话呢，对他们的士气、呃心理哈、啊，工作有没有心理的影响呢？当然会有。 这影响也是蛮大的哈，等于你在一个公司忽然间，哎，你的 C E O 不见了，或者是你的集团的的主席不见了，啊，然后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那那我工作继续怎么办哈？啊，我我上报的时候对外界怎么怎么说会，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啊啊，所以这个是。 但是也是短短时短时间的哈啊影响。我刚刚才说到谢锋哈、嗯、啊，谢锋在上个礼拜吧，好像是参加一个一个这样的呃安安全会议的时候，呃，他的讲话就谢锋是比较老练了哈，他是用比较轻松的态度面对。从他那个呃来看得出来呢，他已经是有。 内部已经有有通报了，肯定是，呃，通报了这个底已经交到外交部各个人里头了，所以整个外交部也是比较放松的，可以这样讲。包括在啊，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明斌也好，毛宁也好，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比较淡定的哈，比较平淡的。所以肯定是内部交了一个底哈，是说什么怎么样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当然不说。 啊，所以现在用用黄毅诶、哎、来接哈，黄毅本来已经升了呃上去了哈，作为呃党的那个外交外事的领导的时候，具体执行工作应该是是外交部长去做了，他现在兼任这个，呃，我觉得呢这个选择呃有很多猜测了，我们可以再讲，但是对于外交部的具体工作来讲，这个是最合理，或是最马上就能让整个外交部。 不啊，维、哦、持那个效率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要是选别的人升上去，大家还有一个适应的的时间。但是王毅老部长重新来做的话，大家都都都马上恢复原状了，可以这样讲啊。但是辛苦的当然是随后王毅了哈啊，这看他身身体很好，但是外交部长全球这样奔波，现在中国的外交部长啊。 比以前辛苦多了哈，以前就是美国国务卿，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呢全球这样跑哈，的确也是累。但是现在中国的那外交部讲啊，比起美国国务卿可能更要忙忙碌一点，因为美国国务卿呢对于那些小国家什么上他都不不顾的，那中国呢就是几乎像先进国家他当然要顾啊，那个落后贫穷国家他也要顾，所以更是广泛的。 对，对王毅个人的的压力比较大，嗯、呃，或者大卫，我们可以谈谈、呃、围绕着秦刚是周边的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再谈、啊。嗯，对，其实刚刚梁总讲的是啊，确、就、实、是，呃，这其实也反映了什么？反映出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啊，也跟以前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外交，就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呢，就会非常的忙碌啊，要去外面照顾到啊、嗯呃、很多很多的这些事务。那其实有一点大家是要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嗯。 秦刚这一次被免职的是外交部长这个职位，可是他的这个国务委员还在，嗯，并没有通报说这个国务委员被取消。嗯、所以就这点来看，您觉得是呃有什么看法吗？呃，有很多说法哈，特别是在台湾呢，有一批啊、呃、比较对中国道路呃呃有好感，或者是我们呃可以框他为亲中的一些评论员呢。 就是很不愿意去看到秦刚的事件从负面去去发展哈，所以说了很多评论，比如说他们还是为其相信秦刚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哈，啊,啊，就从什么原因可以继续这样讲呢？因为一开始公报的时候是秦刚哈啊,啊身体状况不参加东盟的会议哈，啊,啊，那现在他们有一些评论员还是这样看待，说他因为还保留着。 那个国务委员跟那个中共根据呃中共政委员那个那个呃头衔哈，在那边还是党内的职务，等于说了哈，中央委员的职务还在。然后在政府机关里头，我、呃、的那个国务委员是个政府机关的呃职务哈，跟那个仅次于那个副总理哈，所以还在，所以党。 跟那个正的职务呢还在，只、就是兼任的外交部长不当了，嗯、所以他们就有个说法是，哦，他就是证明他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说不，说不定哪一天他身体好了还会回来哈、啊，啊，是是这样说，这个说法呢是相当乐观的哈、啊，我就没有那么大胆的，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呢，啊、第一要是说真的是身体原因的话呢。 呃，应该会是不断的重复这个答案的，嗯、但是看来只是那一次东盟会议的时候说了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说了，啊、呃，没有再强调说，哦，他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疗养当中，还是怎么怎么治疗当中都没有。我觉得呢，呃，要是真的是身体原因的话呢，其实因为第一次已经说了是生病，那、嗯、应该继续说生病啊。 啊，也不涉及到所谓隐私的问题。有人说，哦，又是个人病人个人的隐私，你也没有说他什么病啊，就是一个呃身体原因。身体原因是一个，要是真实的话呢，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释。大家也会期待他身体好了，植物会会会回来还是这样子。但只是用了一次，但那次可能是临时的。 呃，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危机处理的方法是用了这个，但后来就不用了，后来直接就不讲了，哈、啊，问你都不讲，就说哦，没没有消息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哈哈，啊，没有了，没有内容可以提供了，就是就是这样不提哈、啊，所以啊，我觉得身体的原因我有很大的保留哈、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可以按现在看到什么，我们各自去分析哈、啊，我不一定对啊。 啊，但是外面说的很多也不也是同样不一定对。好了，那个身体原因我是不太相信哈。啊，第二呢，就是保留着国务委员跟党啊中央委员的那个职务，是不是等于他就没事呢？没有犯政治错误呢？有些人说，要是犯了政治错误的话，应该先把那些拿掉啊！哈啊,啊，党的呃委员的职务、啊、跟那个政府。 不、哦，那个国务委员不是比外交部长更要高吗？部长只是呃部长级正部级哈，那个呃国务委员呢还是副国级哈，所以应该更高的职位先把它拿下才对啊。呃，现在大家可以这个解读有它的道理，但是你也不要哦哦、呃呃、说一定说是这样子，因为中国政府走程序是有需要时间的。 啊，比如说，要是我们说，要是哈、啊，假如秦刚是犯的不是身体问题，是政治问题的话呢？那作为这么重要的职务，在外交部特别中国官员，不是所有官员都在铺路，在公众跟国际面前的，秦刚是少数的这样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中国官员，这么呃重要的一个官员，要是他怀疑他出了这个政治问题啊的话呢，这、那个审查。 应该不会很马虎吧？第一，先把他职务停掉了，等于是停掉了，他他不参与与呃呃管事了，不参与政务，已经是立案了，等于是哈。但是立案还要调查，还要调查那个人对那个人的的呃进行一些呃呃对质也好哈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因为他不像是其他的一些官员，其他什么地方省的副书记啊什么那个部门，我们马上开一个什么商规。 呃，公布出去作为一个公众教育，哈，让大家知道又打了一个老虎。那秦刚不一样，秦刚的呃影响不光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官员而已，他是国际上让大家看着他的哈，所以对他的处理呢，呃，会比其他的呃官员，嗯，要可能要更慎重一点。嗯，处理这样一个事件，绝对不会是呃啊马上。 几个礼拜就能就能处理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慢慢先把他对外他具体的事务就是外交部长嘛，嗯啊，国务委员他参与一些会议，但是呃他参与不参与不不影响嗯太大，但是外交部长呢，你天天要见很多人的，啊你要处理很多事情的啊，所以这个职务呢是马上要要要解决的，所以先解决那部分，然后对于他的审查。 要是是政治原因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在过程当中，所以对于未来可能会把他的整个职务拿掉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不是说现在保留就等于他啊就会回来啊，回来当然也也有可能，我们都是猜嘛，现在哈、啊，但是也不是说哦现在保留他就安全了，我不这样觉得哈。啊 嗯，好的，谢谢梁总精彩的点评。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也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大家可以发送文字短信到六五零三八二二零零八六五零三八二零零八。8, 那么看视频的朋友们是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的。我们一会儿再见。大家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媒体经营面对着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新岛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请您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链接，直接赞助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 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所有的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福利，还有礼物。 新岛日报美西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剑峰，深度分析民生民情、社会时事、国际大局。新岛中文电台国语台总编辑时间逢周三九点十分到十点，YouTube 新电视同步现场直播。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总编辑时间，我是沈琛琛。我们的主讲人，新岛日报美西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建峰先生。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秦刚免职有损中国外交吗？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就今天的话题啊发表你们的观点和看法啊，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那么。 听广播的朋友们呢，依然是可以啊发送文字短信到六五零三八二二零零八六五零三八二零零八啊。那么昨天呢，这个啊所有的消息都出来，秦刚被免去了中国外交部长这么一职。呃，那此前其实我们也讲过关于他的这个传闻啊，就一直在互联网上啊都有。呃，所以他被免职的这个原因呢啊啊、呃，现在是。 众说纷纭，很多很多种，大家有的时候都看花眼了，像追剧一样的在看啊、哦。所以对此，嗯、梁总您怎么看啊？是很多哈，我最初的时候，我第一个跳出来的啊，秦刚出事啦，嗯、这样就是<对>呃，因为是那个呃绯闻的的问题哈。嗯、那个绯闻传的呃回回声的哈，但是也也没办法做一个一个落实。但是我们从政治来看哈，要是中国的官员。 在那个啊呃,呃桃色方面哈啊、呃、出现问题的话，嗯、绯闻方面出现问题呢，是会直接影响他的他的职务的哈，不像是美国这这么换大哈，美国就没问题哈。 啊，总统啦、啊、州长啦、啊、市长啦、啊，什么有这样一点点，他只出来呃道歉几句就就没事了哈。但是中国不是的，中国这个是挺挺严重的，别是在共产党啊，不不是你在政府的职务是两套嘛，一个是党党的党的那这个一一一一一条，另外一个是政务方面的，政务方面你要是贪污了还是做什么？ 组织呢，你就会司法的掌控嘛、啊，哈，但是他党有党党纪嘛，啊，所以这个是双重的标，呃，不是双重标准，是两套标准来管着一个中国官员，跟在美国不一样，美国就是一一套标准吧，而且公众的的的接接纳程度比起中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是秦刚是在那个。 呃，家庭感情方面是不是,不是感情了？这个是个人的道德方面，哈哈，出现问题的话呢，那肯定会影响他的食物的。啊，但是要是这个具体化，就这个事情是会比较简单认定哈啊,啊，认定也不难。说老实话，要在中国的的情资单位来讲，对于这样样的一个官员，他从他上任得到那个大使也好，外交部讲的时候，英国。 也经过相当多的的那种的检查了哈啊，所以要是这样的高层官员出现这个问题，应该理论上早就排除。要是没有排除掉哈，当然也会也会有漏了啊啊，早前也有另外一些更高级的官员也也全国这样的的事情哈啊,啊，所以要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要是这个问题出现问题的话，应该是很快就能够呃定夺他的去向是什么。 要是真的出现在这个问题上面，他肯定也要走的，嗯、这个是必必然的。他走的应该是走的很干净，你就不会好像现在啊，先把啊那个外、啊、交部,部长拿掉，嗯、然后慢慢再看他那个国务委员、其他啊党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要要不要保留这样应该就不会了。一一到到下来就是了。你会说有人说啊，他是习近平的爱将哈啊，幸福哈，可能去保他你。 你看像习近平的作风吗？我我看不是。呃，不论他是多得力的助手啊，还是一个助助手，习近平更重要的就是在全国的的管制的卫星嘛，哈。要是你这样暴毙一个呃自己的明显有瑕疵的,的、犯错误的的部署的话，那习近平个人的名誉不是搭进去吗？我觉得他不会。 不会因为他，比如说习近平喜欢他，所以他就会特别待遇，应该不会。所以这样看来呢，现在这样整个过程呢，呃，处理先处理到呃外交部，马上要做的工作不能停，找王毅来来来接，嗯，然后还在处理调查情况。我我想他身上。 啊，第一哈、啊，我我的个人的观点啊，纯粹个人观点，他不是因为健康问题。第二呢，呃、啊，他背后的那种政治政治因素啊，我觉得会是蛮大的啊，不会是呃单独的一个个人的道德问问题，嗯、因为道德问题很容易解决啊。 嗯，对，尤其是我们看到网上的很多的这个传言啊，目前没有得到这个官方的一个证实，仅仅只有一张照片。其实那个照片也没有什么，只是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一些交集，嗯、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在看啊，可能还是要等这个最终官方来通报啊。是啊，有一些事情呢，现在。 哎，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哈。猜的只是猜的，只能看一点点。我们来，来从那个逻辑性来来分析一下。有些事情，我就这个事件让我想起薄熙来哈。薄熙来的时候呢，大家也也不是不相信吗？啊，第一，薄熙来想做想做习近平的位置，大概大家也也看得出来哈。但说他老婆怎么？ 买凶杀人啊，怎么怎么样啊？啊，王立军去那个呃成都的呃美国领事馆，大家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有时候 <coughs> 一些事情也发生，嗯，发生会超会出我们的想象啊，有没有可能呢？ 呃，做新闻这么久了，我总是觉得有可能的，所以，所以秦刚秦刚的事情会不会就是现在流流行说的那些那些八卦呢？我是有很大保留，我觉得八卦以外哈啊,啊，应该还有更扎实的事情，要不然不会这样处理啊。 嗯，好，我们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啊，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啊？都可以发送文字短信到六五零三八二二零零八六五零三八二零零八。8, 8, 那么看视频的朋友们呢，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下方留言的啊。呃，但这次其实大家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呃，为什么就是请了一个把这个老部长王毅给请回来了啊？没有说、嗯、呃找一个。 年轻的风格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人上来，就是很多人对这个是有一点小小的疑问的。梁总怎么解读？外交部讲呢，就是中国的外交部讲，一一直以来呢，就是威望很重要啊。嗯、他在国内哈、啊，应该要有相当的的的呃威望哈、啊。第二呢，在国际事务上。 是代表中国的啊，也是一个相当重要一个位置，所以不许轻易的就会相信一个人去做这个这个职位哈。所以过去来讲呢，啊，都是相当资历相当深的人，所以是在政治原则上面应该是没有瑕疵的那些人才会有获得哈中央的信任做这个呃职务的哈。啊呃，在这个呃王毅回去呢，当然就是。 回去的比较着急，我觉得哈，啊,啊，看得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个着急的决定哈、啊。因为要是外交部本来现在秦刚说了，说他就不能回去了啊，真的不不能回去了啊，那就第二个培养的准备的人就可以升上来吧。但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现在看来也好像没有，没有一个，因为秦刚刚上去，而且。 相对来讲还是年轻，所以就会觉得，呃，下一个人可能还没有培养好，还没有培养好的时候，是不是勉强就要拉提一个人上去接那个位呢？大概也不想这样子，所以最容易的选择当然就是王毅啊，因为他。 他、啊、是兴趣上路，他是熟悉这个位置、啊，做了这么长时间，他马上就可以接，所以稳定性是是没问题的，而且可靠性当然也没问题。嗯、但是他上去之后还可以在这内部嘛，想要培养接情感的那个人，可能还要一段历历历一段一,一段历练嘛，还是还要一一段观察嘛，啊，所以还是要等情感本身的提升呢，已经。 在有一些人看来已经是已经快的了哈，啊，对于秦刚的在那个外交部长的表现来来讲呢，啊，其实也是一般般，说老实话也是一般般。我看到呢，在那个啊啊，第一次的记者会在那个、啊、呃。 两两会之后的记者会，就是我曾经在节目上也批评过，我说我觉得他记者会的表现不好的，那时候还引起一些网友的评论啊、嗯、啊反驳说我怎么怎么样啊，其实都没关系哈啊，所以我觉得外交部的职位呢也不愿意随便的就找一个人来临时担当,当，然后几个月要换掉，中国绝对不不想这样子，呃，选了一个就让他好好当下去，就是这样子。秦刚也是这样，所以说选他就就希望他。 五十七岁嘛，就让他当当当一段时间哈，可能十年还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不行，要要退下来。第一个可能真的是健康理由，第二个就是可能发现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这个也是外交部这个措手不及的，应该是，所以才找王毅来来顶了。嗯，好，我们现在看到啊，有这个三八八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 提议说卢莎也不错，他也我也看到有这个网上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也是在在已经在开始、嗯、就是、嗯、已经在出谋划策了，说谁谁谁不错啊。<laughs> 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这肯定就是。 呃，这个中国政府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和决策啊，还需要有一段的这个时间啊，嗯、我们就大家静静啊，静待这个奇观啊。好，那么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是先要进一段广告啊，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就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发表你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秦刚免职有损中国外交吗？我们一会儿再见。大家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媒体经营面对着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新岛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请您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链接，直接赞助我们，可以参加我们的 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所有的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福利，还有礼物。 新岛日报美西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剑峰。深度分析民生民情、社会时事、国际大局。星岛中文电台国语台总编辑时间逢周三九点十分到十点，YouTube 新电视同步现场直播。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总编辑时间，我是沈晨晨，我们的主讲人，青岛日报美系版社长兼总编辑梁剑峰先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秦刚免职有损中国外交吗？啊，我们先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么，在我们的 YouTube 视频底下啊，呃，这个 Goldfish 他说啊。 只是可惜了，秦外交部长，国家这么不容易培养升上来的，希望他早日这个康复啊！谢谢你的这个评论。另外有个叫 Rita 他说如果是假消息的戏的话，这个女主播啊，凤凰卫视女主播应该要出来澄清一下的、啊，这、就是他的观点。谢谢您的评论。另外有个叫 Alan J，他说应该不只是身体的问题啊，这是网上的这个。 朋友们的评论。另外，我们手机尾号三八八三这位听众朋友说：“外长是国策的执行者，秦刚的免职应该不会影响中国的外交。外界传言都是负面的啊，为何不从正面的角度去看看？或许是。” 秦刚在执行重要任务呢啊，他说反正都是猜测啊。这是三八八三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观点，非常感谢您的评论。三二外三二九八这位听众朋友说，个人认为秦刚事件啊是这个这个政府在玩两面手法翻烧饼啊。他说这个呃今年年初普京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这个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当年六月就要调离副外长乐玉成。 升秦刚为外长啊，似乎想改善一下中美关系，但是事与愿违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啊。呃，梁总、嗯、对于这些评论有什么样、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秦刚呢，真的是中国政府哈、啊，中央去用大气力去栽培的一一个这样的呃官员哈、啊，嗯、他来当大使啊。 大家觉得他来要跟美国吵架，他说不是，他来呢就是姿态很低，对于美国社会、对美国官员来来讲，啊，然后呢广泛的接触美国很多人，然后马上就回去了。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那个是给他的学习时间，因为美中关系是中国现在头号要处理的，所以一个。 要这外交部讲的人，他一定要对美国有深度的啊、第一的了解，所以就让他来当这个大使，就是让他去去摸清哈、啊、美国是是怎么样，然后回去再当部长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容易去呃，就是更容易判断怎么去去应对美国官员了。所以看来这个是很好的安排啊，但是铺了一条青云路让他上去。 所以这样铺好一条路，让他上去的那个时候，当然是中央对他万分的信任了、啊，哈、啊。你说有没有？我刚才也说了，有没有对他啊、呃、个人的生活背景做一些调查？的？肯定也有吧，也不会这样子。特别是习近平这么注意，呃，官员的廉洁问题啊，其中各种各种问题，应该也会有。所以，要是这样情情况底下还是出现问题的话，那有问题。 一定是严重，不是轻轻的犯了一个一般官员或者是底层官员都会犯的问题。也我我想不会，啊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还在等待吧，真的不知道啊，等到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也不知道、啊，说不好。我们说了一大堆，他出来真是生病也也不知道哈，啊,啊，真是是可以可以等。但是看看中国的外交呢，啊，今年其实下半年，呃，哈，活动很多，都是重大的会议。 特别最重大的当然就是十一月的 APEC、ER、啊，十二号、十一月十二号到十六号的，在旧金山这里举行的那个那个啊亚太经合会议哈、啊嗯、APEC，呃那个也是重中之重哈、啊、的、嗯、的工作，所以啊为什么防疫马上就会接了？因为外交停不了啊，啊 <對 S 2> 现在中国要访问中国人很多啊。 啊，欧洲的话是意大利路上面原先的那些国家，各个的需求都不一样啊啊！你每一个都要都要对应对对接的话呢，你、那个工作是没办法停下来的。而且美国还不断的出招啊，不断的替你对着干呢啊,啊！所以整个外交部的压力是蛮大的啊啊！王毅会兼兼这个职务兼多久不知道啊，但是有几个点我们可以看看哈。 要是有一天外交部宣布新的那个部长，或者是呃那个王毅不再兼任的话呢，那证明那个呃就稳定下来了，接下来了，秦刚也不会回来了，当然是这样。现在很多人还在哎呀，保留这态度，想等秦刚回来，哎，可能不一定等得到了，看看再过一段时间吧。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梁总的一个精彩的点评啊，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参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在一组广告和新闻之后，也欢迎大家收听由季书和张良为您主持的《加州热线》。明天我们焦点访谈再见。